这个是温控按键，然后那个要调整到那个方框的正当中，正中间。调整到正中间之后，然后再可以那个装按键外壳。然后那个这个东，如果说那个有售后的话，你可以先插电之后，然后直接按里边的这个按键，机器也会看一下机器是否能够启动。机器能够启动的话，把那个按键电源拔掉之后，然后再装外面的边框。看到这个放在这个套在上面，这个有这个吸气推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